小子，我这是四月份做的手术，不要。小子，我这是四月份做的手术，不要。我都走这么久了，我还不清楚，我是早期的，四分几期。我等一下给你看。好。这是术后复查，看他病，他自己不知道他的病。对，我对还不清楚。恢复的挺好啊，肺膨胀。几月份啊？十月份的。 也有做过基因检测吗？有，我这个我一边要做术后什么治疗吗？你的基因检测结果？那给你，再给你。我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哎，有突变的。有突变。你是1B7。1B7。对。我查也是1B7。查有那个基因突变了，可以考虑吃靶向药，啊。可以考虑吃吧。可以吃。一定要吃，要一定吃。你。 因为这个您应该也看过我的资料，1B7有争议，有的人建议吃，有的人不建议吃，你自己看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跟你商量。哦。我估计你是不太愿意吃药的。不是说我问你，曹主任，我说要这种基因突变，就是说可以吃，也可以不吃，就是看这个病人的考验。对对。就说我也看着，我也看着视频那个。因为有的数据就显示60-70%的人。 不吃也是没事的，哦，大就是说大部分人没事的人多。像我这种病理，有个严重，像病理报告这种。病理不严，1B7嘛，颈润癌。是，曹主任，6个月6个月还痛。偶尔有点痛，都正常。哇，我睡眠不行，睡不了。你越焦虑，它会越难受。我睡眠一直都不行的。就是。像我这种基因突变，要是吃靶向药的话，要吃什么靶向药好？3代的好。 奥西替尼、阿美替尼都可以。哦，都可以。嗯。就说有不一定是要吃，就看你病人想不想吃，吃也可以，不吃也可以，是吧？要商量嘛，有的人呢他就不愿意吃。哇，我这个时候非要切了那么多，这个是我老公没有跟我讲，因为我以为是老公跟你们愿意吃。不切那么多能根治吗？3公分的肿瘤了，没有侵犯了，对呀，侵犯了胸壁了，那个壁成胸膜了。 你还长怎么样？我原来长得漂亮。你讲不讲话？我原来长得漂亮。治好的。我是我就说我不清，我知道切了早就早，我说我不知道自己。我那时候不用知道，你越知道的多，你越焦虑。所以弄得我也不敢吃东西了。你吃靶向药了吗？我也有啊，我就说问你，我那时候当时挂不了你的号，我就这次终于挂了你的号了，所以我说来问清楚，那人心里可能会那压力可能。 可能没有那么重要，你不要压力，吃了药没事。我就说到底要不要吃？我觉得我瘦了很多，所以就说我瘦，术后了那么久了，很瘦。你称了没有？称了，瘦了10多斤。跟什么特比？术前。后面再往一直在瘦吗？手术后呢，瘦了10斤，10斤后好像很瘦。还在往下瘦吗？还是？还瘦。你吃的不好还是？我就说我吃了靶向药，我看我不太敢吃，你也什么东西的，因为靶向药。 我看着视频说你一种发现打开视频看到，也看着在跟上过电视，所以我有点关注。现在，所以我还对这种还有一点印象，原来我一窍不通，所以我的手术对啊什么有多大呀？切了肺叶了，肺叶还有那个纵隔淋巴结清扫术，肺门淋巴结清扫术，现在清扫术就是割掉淋巴，是不是？割掉淋巴结，那我这个手术算大手术了。 是大手术呀，肺的手术能胆能是小手术？我老公没有讲，我以为要跟你们讲，但他怎么能说给我听？所以现在想问清楚点。他肯定也知道了，他不想让男生那个。我想清楚，我对我自己还好，不然老是怀疑更完蛋。我就说干脆问清楚点，大不了试一试嘛，这种事就是说。什么大不了？小主任，你说这么久还有那个小结？没有什么结，胸腔结。 对呀，这个虾类等等。什么都能吃，不要饥渴。乔主任，像你这样说，这个靶向药，你就是说，就像我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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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我这样
基因突变就对保险一点啊，对，基因突变就要吃，对，但是你觉得你就要吃了难受不想吃也可以不吃，胃口就是说我吃了然后胃口也不好，我觉得我觉得吃了很多人因为要记这个很多水果葡萄啊橘子啊
很多之类都含有这种柚子，就是含有这种东西。你除了柚子不要吃，其他你正常。你要是难受，就不要吃也行。就是像按我这种病例，如果吃的话，要吃多长时间？2到3年。